也 Balenciaga 的味道。Balenciaga。哦，你比杨丞琳强。歌王开始教大家念巴黎世家英文，遭玛莎偷到只是内裤。前两次获得最佳作曲人奖的歌手 Hush 首次角逐金曲最佳男歌手，就抱回歌王宝座。那你们为了想要得奖，研发什么故事？刚有人禁欲吃醋啊？没有哎，我才没那么傻。那你觉得那个乐团在想什么？我比较务实。前两年有拿奖的经验了，今年我真的非常平常心的，我打电动打到早上3点，然后还没睡觉。虽然有幻想过，可能会拿奖，可是那个也就是在脑中 rehearsal 而已，只是没有想到它真的发生。我本来也以为我会哭，然后我其实是要抱走过去抱拉拉的时候，那时候非常想哭，然后但那时候艾怡良不在座位上，就也没抱拉拉，但走上来之后就反而没有哭。你应该要抱抱他的。我会在群组问他。有关心他一下吗？还没，我现在手机爆掉了。我觉得他因为他在那个中音切换的模式里面换不回来，对。这种事情就你知道，他要一下用英文脑，一下用中文脑，我觉得难免了。据说 Hush 的红毯造型超辣，不止深 V 开到肚脐，全身上下佩戴的珠宝价值约3500万。第一帅留给别人，第一辣给我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现在穿的比较多啊？没有穿短裤啊！给他得奖之后，洗肉如今，洗肉如今，穿回来，穿回来。你刚刚有说自己很辣，你觉得自己多辣？辣度，大概是地狱辣椒吧。我今天应该是红毯第一辣吧，是香橙。这是3000万辣椒。那你的戒指还在吗？我还了，太可怕了，太贵重了。我看讯息好像是没有，但对，没有，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会马上第一时间传。我其实真的应该感谢玛莎的，就在刚写歌的那个时间就很艰难，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这么掏心掏肺好吗？一开始有很多的质疑，但看起来成果是不错的，就是想要跟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，就有一种透光给玛莎看的感觉。还是有穿内裤啦，合身三角。我今天穿肤色，我最近在看 Tom Ford 的包包。Tom Ford 贵死了，奖金可以，没有奖金要扣税哦。对啊，我要给他赞助一下，很不错。巴黎世家英文 Balenciaga。 哦，你比杨丞琳强。是你讲的啊。